主料：面粉500克，南瓜200克，辅料：酵母5克，香葱、盐、13香油。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，将南瓜蒸熟，压成泥，晾凉至35度左右，加入酵母、面粉和成南瓜面团，和好的面团静置发酵，白面团长到2倍大。将发好的面团分别放案板上揉好，擀成薄片，抹上油，撒上盐和13香，将两块面片摞在一起卷起，将卷好的面卷分成小等份，取一等份用手卷成花形，卷之前撒上葱上，做成葱花卷，将花卷生坯，再静置20分钟，放入蒸锅中蒸20分钟即成。烹饪技巧：南瓜蒸熟的话含水分较多，直接可以把面粉掺在里面，不需要加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